谁感冒了、啊？旺旺吧。哎、欸，其他人声音，其他人的声音很小声。哦，这麻烦，这到底要怎么调、啊？滤镜属性。你是有调过混音器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的那个装，我是没有调过啦，我是真的没调过。它这个东西有个什么属性什么蛙哥的，预设喇叭，喇叭吗？他突然叫我这样用，我好不习惯哦。忘了。还好只是玻璃而已。我玻璃心碎了。我刚刚想说你为什么突然抬头看着我？好看谁吊我啊？看得我心里发寒。不会进去了吗？会啊。这样子有比较大。还有人没进去吗？21、23。这还有滤镜，音讯滤镜是什么鬼？记得过来这边。这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啊？啊、好，观众，你们先听一看，这样有没有可以？这样子说，我等于是把两边，我把两个声音全部调最大声呢、欸，不管是，哎、欸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好奇怪哦。我现在把输出音效跟麦克风输入音效全部都调最大、欸，哎，哦，这样有点太大声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太大声？会不会只是观众在误导你？我好困惑、哦，天哪！应该是不会有这么粗鲁吧？有人还没站起来吗？这样子，我觉得 OBS Studio 的设定很奇怪。那这样我是不是不能打这个、啊？我要抓喵啊！游戏标题又没换吗？算了，这一招的办法，我就是一直躲在别人旁边。我怎么可以打掉了？那我可以扩大范围啊。可以打东西吗？没有，那是应该是因为有他们有权限，有保护。这边有保护，哎，还要再小声。好，我这个输出音效都已经是-12.dB 了呢。我不懂哎、欸，我真的超不懂的、欸。新的 OBS 好奇怪哦，我不是很理解它的用法、欸。还有两个人没有踩进来。这个人，我们这个地方用的是新的版本的那个。Building Gate 的地图 1.11 的版本、嗯、最少可以三个人，最多可以20个人，实际上就有7个人。对、啊、然后我们这边今天来的人有阿莫，然后汪汪、喵哈、团 YM 五星，还有我。其实然后这边又可以先讲一个事情，是原本来的人不是团，应该要是泽皮，结果他前两个礼拜先提前报名之后，到今天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，然后变成了团。没错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、啊，不要问我。还有就是我那个 OBS 是一个让生物演化成入化生物的一个。还有就是那个 OBS 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聊天室出问题，然后变成说我上一次的时候只能够先拉视窗，然后现在是换了一个。OBS Studio 就是新版的，好像也没有、我跟你一样的问题，就是你他强制那个、欸，感觉好像被停止了，他好像那一段被停止，所以我现在那个都只能拿来录影了，我就只能拿那个东西去录东西，只能把旧版拿去录影片。我的天哪、啊！新版的拿来等到新版的那个录影好像做的比较好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可是比较流畅啦，因为有些东西你固定留在那边的时候，就是一些已经调很久很久，你已经适应的东西啊。这个东西你又调一调不适应，那是个玩个什么？要适应啊，用一次。对啊，就是其实它不能够直接这样子停止更新，那种停止更新，这样子其实蛮讨厌的。嗯啊，这个一样是 Sevelin 制作的吗？你所想象的圣诞节是不是这样？有，这边有写，这边有写啊。你所想象的圣诞节是不是这样子？有点怪、欸，对珠点右键哦、啊。对珠点右键是什么意思、啊？他现在已经是要用那个命名牌去对珠取名字了。对啊，超酷的、欸！你过来看，这边超酷的，规则在这里，超酷的、欸，要变成珠了。命名牌放进铁针，重新命名，然后对珠点右键，不是用纸就对了，再次命名完成。它这个可以避免有人把纸从发射器拿出来，然后就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之前遇过了，不用担心。我已经遇过了，嗯，还会卡卡的。遇过了 ，God，OBS 真的这样子很讨厌的，会卡。我的编码过载是怎么回事？
编码，编码，对，扩展，编码，编码，求救！你那，你设定有条吗？我觉得是设定哪边的设定，哪那个是哪边西面的啦？我看一下啊，大概是影像那边的编码吧。影像西面真的恼怒了。影像哪个要调啊？影像哪个要调？人形鼻涕吧。对啊，就是一直都听到死鼻涕的声音，我真的觉得很懊恼。等一下这样说，这样影像是要调哪一个？缩放吗？我出不去。可以了。还是我那个停用 AER 要取消掉、啊？你输出那边的那个编码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、欸，因为要我没有办法看那边输出的编码。我跟你讲，录音哎。欸我那边只有串流之后输出是16那个就是16×900啊。然后我这边有一个门。最还是我最佳演算法要调啊，最佳化要调啊，不用。串流 CDR 简易模式吗？啊，我这个哎，简易模式。我这是输出模式是进阶啊，进阶哦，我是 X264 嘛，对啊 ，X264 对啊，264，然后 CDR， 然后位元率，然后流量我是1500啊，还是我应该调更低？我觉得那个什么，你是说什么编码怎样？编码过载，那是你设定调太高，要调低才对。调哪个东西调低，哪个东西要调低？软体那方面的设定现在是多少 ？CPU 使用率设定 ？CPU 使用率现在是你是说我这边的设定吗？就是你一二三四五第五排有个 CPU 使用率设定 ，fast 啊 ，fast， 那再调快一点 ，very fast， very fast， 套用。好的。Faster 或 very fast。我是调 very fast 了，它还有 super fast， 撒回，就是它越 first 那个就越吃你的网路，不吃 CPU 啊，越另外一边的话就是越吃 CPU， 不吃网路。所以如果是相反的，网路有60 meg 的话，你为什么把 YM 两个字拿走？算了，就这样好了。哎呀，看看会不会比较顺一点。因为我现在其实我也看不出来说我这边到底是不是很那个，你要看它没有显示那个什么影格遗失什么的，应该都还好。为什么我的那个本身退群那边中间会卡一段不看不到啊？奇怪，什么页面灰色的吗？不是啊，它那个退群它上面跑一段，然后中间跟标题那边卡的啊，我直接重新更新。哦我要重更新，我觉得是他们那个网页没有用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都是6个人呢、啊？有人还没才进来啊，不知道是谁，才不进来。1234567，中破彩了吗？我踩过了、啊。不，你们现在看的时候，因为我之前在看，我在之前在玩黑里的时候，其实真的有一丁点在卡，所以我真的很在意这个问题。为什么会闷？汪汪，你学坏了。我已经看到了，你那边没问题。真学坏了，谁在播那个中国音乐啊？中国风音乐怎么回事？还没新年呢、啊。学坏了哎、欸，你真的学坏了。哦、啊，标题什么？这次就先不管了，反正那个其实没有很差。哎、欸，对，还加 S 哎、欸，真的很厉害。真的很会。碰碰你还没踩、欸，我还没踩吗？不可能吧？拜托把 Y 的名字也加上去好不好？欸哦、欸，不要加 Y N， 而且 Y 跟 N 已经被 Y N 拿走了。好吧，没有啊 ，Y N， 我要先声明，我一开始拿的不是 Y N 啊。所以你不拿的 Y N 其实也没差、啊。OK 的吗？要再看一次规则。要不要一个就是把你的匿名牌放进铁砧呢？匿名之后，然后对猪按右键。开始后可以从对话框。对话框可以从后面的墙壁设定看是否要限时。他会跟你讲说是谁出的题目这次。哦，好吧，真的假的？然后也会跟你讲说是谁是协作答的，对，谁猜的？
OK， 它会显示在你的就是那个什么物品栏的上方，会有一行字。OK， 我自己看不会那个啊。你们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我看不会，你们观众看会？我自己看荧幕不会啊。那我觉得就是你被误导了。请勿杀死或伤害命名用的猪，否则有些故障。听到没有？那完全误导 Dreamer， 虚放误导。我们设定成十分钟。对，我们限定盖的时间最多十分钟，之后就会强制帮你传送。好，七个人都进去了。然后我们有，然后我们第一个题目是你想象中的圣诞节。好，想中圣诞节八个字嘛？八个字以内。嗯，好了，然后就准备开始吧。开始吧，是猪欸。想一下，想象中的圣诞节应该是怎么样呢？他那个猪上面还写命名我。那个是可以比较符合现实或比较不符合现实都可以，反正不要太离谱。八个字以内就好。对。哎呦，刚好八个字，我好会啊。然后对猪按对不对？对，按右键。按了之后就会、好了。你也笑太爽了。我知道你想出什么，可是不要。因为你出的很有可能我也有出。不要吧。我以为是阿莫，我想到阿莫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刚刚什么都是什么东西？不要 whatever the pig is name。我以为现在树立敌人呢。反正你看，我一不小心先按下去了，太死了！阿莫，如果看到旁边，其实我已经点下去了，我还是想揍死你。难怪他没有朋友。我要揍死你！你该不会？我要揍死你！你该你现在出来，我要揍死你！绝对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拿到我题目啊！我知道你很会盖啦。嗯，要怎么看？我最懂那个情境的。看那个猪的名。没有，你按 T， 他会有个耳石了，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就会讲。我抽到团团的。哦。机车欸，搞屁哦！搞屁哦！天哪，团团这个好难盖哦。记得有时间限制啊，十分钟。对哦，十分钟。对哦，忘记了，我刚刚还盖那么爽。那个总的来说就是600秒，就要爆炸了。东西不小心 Q 出去，还会浮在空中。好可爱哦。我还一不小心，因为游戏一开始我还来不及反应，我就按下去，那个已经做好了。没关系啊，反正说上回怎么突然就我按的什么按钮？按钮，忍不住就按了一下。这不好盖，说实在话，不好盖。其实我觉得新版的好棒哦。那个头颅的指令怎么用？我查一下好了。我拿完你的头。Give 什么？为什么？对啊，因为你刚刚误会我。虽然说你现在拿到那个题目，我就很开心。啊，算了，先不要拿头好了，先盖好。一个什么？真的，我要看的那个。为什么我们没有在圣诞节那天玩呢？现在箱子变回来了，多烦。对哈、把你那个家里的日期调成12月25号不就好了？哦，好像有用哦。你看，这么快就解决了，你有没有脑袋啊？哇！我被呛了。好凶哦！凶的，凶！我以为 Y N 会表示爽快、欸，不会啊，因为他还是会呛我啊。他现在拿来激怒已经在呛到我，你知道吗？到底怎么会这么刚好在旁边啦？啊！好啰嗦啦！
没有那么刚好的事情。哦，不用感谢抖内。大家盖成平面的才会比较简单。当然。三D 的太麻烦了。啊！不行，糟糕，这个尺寸太大了，这样跟我原本盖的东西不符，真是的，意识到不对，盖的比，哎呀。晚安。干嘛、啊？希望盖完我们还是朋友。不会，已经不是了。哎、欸，我为量身打造、欸，你也不会觉得难盖，对不对？是不难盖，没错啊，对不对？看吧，对多好。你到底想表示什么？代表我对晚安是有一定的好感。好恶心哦！有爱的意思。哎呦！哟！粘土。完蛋了！为什么我觉得我盖了一个跟上次那个紧身衣怪人姿势一样的东西？糟糕，这是盖的不好。都差不多。开水没有烧好。开水，瓦斯我忘记关，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效啊？这哦，还他还是不能这样放，真是。欸、其实有七八分像哎，嗯，还是八千分像，八百七十分像。七分，有啦，我自己看得懂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哎、欸，这那个东西去哪里？那个是放在哦这里。bug， 糟糕，这次盖的不是很好，突然不知道该怎么盖比较好。bug， 为什么东西会滑、啊？好了，后里现在有九个，不够啊。什么酒馆？哦，它是倒数，它是倒数类、倒数字的、哦。我想说，奇怪，怎么时间反而变少了？仔细看不对。倒数啊，要锵锵锵了。What the fuck？ 你以为是在打那个什么前几吗？叮叮叮叮，三分钟了。啊，不行，露露的。好，就开始。看看有时间就是有压迫感，这不是你最爱的吗？而且还不能等。嗯，觉得一开始要盖高一点，这样不要往下挖。他这是有很贴心的把这个东西盖很。空间盖很高，就比较不容易看。啊，有人就是想要飞上去哦，比较还是会有人丢鸡蛋的啦。你在说你自己吗？我可能我那么的 ，Yep， 就是你了，没有错。不要这样。欸，现在可以用地板门这样用了，好酷哦。哪样？就是你放到那个方块，然后把那个方块打掉，那个地板门不会一起掉下来。哦，可以悬空。
悬空的门。是，哎，这样子的话，那个骑在做家具很方便啊。对，我到底把那个东西放去哪里了？你心里，问题是放在心里一点屁用都没有。在这个边吗？也不是啊。这个好悲哀哦。嗯，还有多久啊？我的作品好悲哀哦。还有多久啊？还有93秒。好好好，看你等下，我要找一下那个资料夹在哪里。我就把指令藏在里面。来不及啦。No， 一定可以，一定可以。不行，再找一个方法撕掉。第四啊，是藏在这边吗？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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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各位，各位是 OP 啊。啊！给我一秒。等一下，哪一个人？我阿莫。对，感谢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我来 ID 什么？哦，没有没有 dash。哦 ，Y M I K。靠波哦。I K A S A。我好了，好了好了，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，但剩三十秒了，三十秒喽，三十秒，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吓死我，差点我这个头拿不到，好了好了好了 ，yes yes yes yes， 啊，九秒九秒啊。Oh, OK OK OK， 好难过哦，这个作品，我觉得很悲哀，突然要盖个不好。哦，有了有了，猜题时间，猜题时间，猜题时间至少不会那个吧？这是什么东西？阿莫去你的，好可爱、哦，什么东西？这超可爱的耶，这是谁改的、啊？好萌啊！什么东西？什么鬼作品啊？为什么会有我的头啊？干嘛、啊？这干嘛？猜题没有限时，可以慢慢猜。哇哇，你真的有盖完吗？没有啊，字面上的意思，你自己看。我要怎么自己看？这个长得像旗帜的东西，然后有一个红色的点点是什么？啊！是南国的国旗啊！国旗？为什么有国旗？问团团。那是国旗吗？我可以问一下吗？你自己，我不能讲啊。我不能讲、啊，他不是他，他给这个用意不是让给人问的。不满八个字没关系吗？不满没关系，对，不要超过那个。没错，这是国旗吗？我只知道，我只需要知道这个是国旗就好。不行，我很讲，我难剪辑啦。哎呦，好吧，我来看一下，糟糕，看起来好像这里有点那个，糟糕了。也不是韩国国旗啊，韩国国旗不长这样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难道是啊？难道是那个国吗？那哦，原来是这个、哦。哦，看出来了。我忘记我难剪影片了、啊，拜托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在吸啦。你看，我这真的好懊恼了。不要懊恼了，不要难过。超难过哎，我不知道怎么，而且刚好都是讲到那种觉得很重要的地方，结果突然我很头痛。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，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捡东西了。你可以把标题改成，当别人在说重要话的时候，三尾代选一直在吸泡面。吸泡面哎，好猛哦、喔！用鼻子吸泡面的，有没有看过？好呛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我爱你了！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。你看吧，反正我这个做很难盖吧，他连盖也看不出来。同手同脚啊！他的门把只有一边有，另外一边没有门把。啊！等下第一题结束的时候，我要先中断看一下有没有啊！为什么都是汪汪的？哎、欸，对，好像都固定都同一个人，对，固定同一个人。啊！哎，为什么是这个东西？
不要用再次提醒，有时间。要怎么盖出来？有些东西它被归类在别的地方去了。打火石在哪？不对啊，应该要灭火哈。对，不能有火。简单盖就好。结果大家都在弄那个，都出一个就是你要盖什么房子啊之类的题。我现在在盖房子、欸。真心不必啊！我没有调掉那个按键设定的自动跳跃，糟糕，那个很烦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觉得这个是很方便的设定，预设不能够调成没有吗？应该不会有人想歪吧？好、啊，难说哦。妈，你不要难过了。开始不是很清楚自己到底要盖什么东西。哎呀，我就觉得怎么盖的好像都不太对，算了。怎么了？看着走再说吧。可以用我弟的头齁，可以啦。干嘛啦？这个主题不是跟你有关，跟你有关在用你啊。你先打喷嚏是不是？你先打喷嚏是怎样？等一下，我要查一个东西。如何有朋友？少都说啦。我在做你给的题目，你懂吗？我给的。哦。只是我觉得那题是我乱猜的。不要不要吵啦！干嘛？你跟我说你要用我猜的题目，然后我不能跟你讲话，你什么态度？不行啊！不行啊！不行啊！傲娇。可以双持吗？不行哎、欸，只可以拿单手不见，没办法变成 C876单。需要又一次吗？又要再来一次是不是？没有那个镜子，那个镜子，那个给我镜子。三次，连不是都变成是了。嗯，哎，什么东西挡到我？顿了一下。只要有双刀，你就会被误会。对，为你献上最新爆的一天，太新爆！新爆，新爆，菇，鸡腿堡，菇，新爆，什么新爆鸡腿堡啊？为什么？这是什么啦？啥小朋友？哦，我不知道怎么盖了，
诚实。信应该没有人看不出来吧？不对，这个应该要用这个颜色。哦，剩下五分钟，啊、哦，还蛮恐怖的，赶快弄一弄。不要提醒我，我觉得应该都会像兔子。兔子，兔子。我觉得我现在在弄，其实没有很必要的事情。到底为什么它这个东西会被归类在红石的？嗯，本来想说要不要弄别的东西出来，结果发现好像不太都不适合，是吧？嗯。嗯，怎么要找这个东西都找不到啊？我让它对称一下。超吵的，天哪！刚刚有人背景乐真的，嗯，好哭了，吐了。那你，喂，不会是？天哪，不能放，不能放画、哦，画不能放吗？对啊，好几条子。是哦，没试过，被霸凌哦。天哪！对啊，几分钟？对啊，他又突然跑出来了，好恐怖、哦！那就只是你累格而已吧？你只是累格而已吧？层层恐惧。嗯，因为他是很，真的是层层恐惧哎，特别，嗯，真特别，你闹鬼喽？你有没有烧香啊？别这样，后来现在也是圣诞节期间过了，国外来说还是才过一天就要这样吗？这个是过两天吧？太严苛了，超凶的有没有？对啊，我也很向往过啊！你要让他有点……少啰嗦啦！人家成熟事实。够了吗？我想，还是不用这个好了。等一下，快没时间了啦！对啊，要没时间了，你知道？等一下树叶怎么不见了啦？我在这边。嗯，着急的时候视线会变小。Google， 问 Google， 嘟嘟嘟嘟。我也觉得弄那样子不是很好，所以我觉得用比较麻烦的方式。啊，弄错！哦，最后60秒。哇，天哪！别啊！紧张了，紧张了。这个好哀伤哦！天哪！完了 ，Google 不动。想喂狗。好了好了，就这样子吧。其实我也不是很懂这个是什么。这个啊，这样子当时要画弄像素图啊，突然觉得10分钟好少、哦。是很少啊，对。可是题目本身不好用吧？算了，随便吧。我觉得我这一题可能会被想出另外一个东西。哦，不要飞，不要飞，不要飞！飞走，我在天上。天上飞。哎，结果大家时间。哦、yes！ 哦，刚好刚好赶上。来来来来来，这是什么？什麼我不懂，汪汪。没关系，汪汪，我的应该不会很难懂吧？这个什么？我觉得你作弊。这跟圣诞节有什么关系？我要作弊，我只是
那个物尽其用而已啊。这个是什么啊？没有，我真的物尽其用。那是什么？为什么地板上有个国旗啊？这个是什么？为什么你的地板上有国旗啊？哦，那不是国旗啊，那个我知道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这个我看不懂哎、欸，天哪！这个我真的不太像国旗。这个是什么啊，团团？那个是石头吗？我不懂这个、欸，我看不太懂哎、欸。有该有的元素应该都有，而且旁边有丢东西出来，我真的不晓得那到底是不是有必要性的东西、欸。丢出来是有必要的，还是故意只是随便丢来扰乱视线的、啊？这个是几点啊？六六七哦哦哦哦哦哦！猜太多字了，不好意思。天哪，我都估计八个字啊！好，下一个。OK。OK。我看不太懂啊，我只能够猜啊，而且我每次都要重新弄一次那个中文输入法。我看不懂哎、欸，我不是很懂。感觉这个是某种意义。小汪汪，这个啊，他有好多物件哦，他想跟我表达什么？我想透。刚那个的声音，该不会是猎鹰的声音吧？啊，小巧思，漩涡。嗯、我们这个已经是猜第二个了吧？等下就第三个了，这还蛮快的，其实真的很快。哦，这是什么鬼啊？这个也太边缘了吧！我总觉得，怎么觉得好像哦，好吧，太可怜了。为什么？这个意义也太复杂了。好，我会帮你完成的。你可以跟他看起来有朋友一点，对对。可是这样就错了、啊，就歪掉了。决定要这样盖了。糟糕，弄错东西。刚刚是喇叭吗？三八花，一枝花。嘿，天哪，我好棒啊！哦，居然，木心表示哦，表示了表示怀疑，你看。哦，难过，难过不是第一次吧？难受，当姑、嗯，你是真的受不了，所以才难受的吧？哎、嗯欸，至少这个题目是我目前为止看到我比较能够理解。之前前面看到有一堆理解不能。哎呀呀！哎呀！哎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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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你在哈记什么？哎，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吗？啊，不对不对，哎，不行不行。对，人格分裂你啦！你不懂啊，早都说了吧，就不懂啦。那你在那边搭腔，闭嘴哦，没朋友。你根本就不知，你根本就不晓得人格分裂的感觉。
哦，掩盖建筑物边流鼻水，好痛苦哦。最难过。冰除一下。哦，火天啊！哦。太爽了吧！搞什么啊？爽啦！哎呦，这样不太那个，太多余，好像不会。然后随便弄个。要挑他的颜身上的颜色真的蛮麻烦，一瞬间突然要选择他身上的颜色，没颜色。嗯，难。时间超少，天哪！欸，真的耶，时间一下就要没了，麻烦。不是不能用这个颜色。要是他挑那个颜色就麻烦，挑颜色时间又过去了。对，嗯，蛮像的。成一个非常意识类型的东西吗？好像也可以。端。坏孩子要拿煤炭，为什么？嗯，什么坏孩子要拿煤炭？还有十秒，嗯，明明最好了，那就乱吓人。好悲哀，啊，这次物品不知道会不会消失，欸？应该是感觉上不会丢出来的话，我看作者玩的影片好像是不会消失，这很棒哎！嗯，什么东西？觉得这次圣诞节就是各种边缘人特辑，啊。嗯，是什么？我其实有猜想到啊，各种悲惨的圣诞节。没有没有，只有我。哎，干嘛啦？太好看，太好看！我做不完，该不完。完了，是规模太小，就好像盖起来怪怪的。嗯，剩两分钟。嗯，两分钟。
意外的要把这东西重建出来，蛮困难。重建这种场景还蛮困难的，天哪！而且我挑了一个自己又看不懂的东西。差不多了，60秒啊！这个东西用的话要用成，这个会不会来不及盖出来？这个东西，30秒。看看隔壁是谁。是某个 Frank。8888。我盖好了。OK， 这样吧，好累、啊，好累哦，哦，好复杂啊、哦，这什么东西？啊？哦，看得懂吧？这是什么啊？长那样的都这个，嗯，我知道、啊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盖成这样子，我看不太懂。天哪、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哦、这是倒了吗？这是你所想象中的圣诞节，然后就开出这三个东西。感觉跟玩人有关。盖你所想象中的圣诞节，这到底什么啊？天哪、啊！每个人想的圣诞节都是这种样子啊！为什么有这么可怜？我知道那个是那个，问题是他接下来要怎么连贯，我不知道。是什么？哦，那个是箭头、哦。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懂了。这三个有什么意思？应该是这样吧，希望如此。就这样，简单一点。我看不懂，但是算是这样子。啊，我看不懂啊。哦，还有那个，我错身下时感受到那个了，好恐怖！这哪里有寻路啊？看起来不像寻路啊。寻路？是这样子吗？那说前面这个一点屁用都没有啊，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前面这个，反而只是后面这两个就好了吧，根本不需要盖三个物件啊，盖两个就好了。观众你的答案我不是没想过，可是盖上用不到啊。OK。啊。来不及了，为什么啊？关节了，最后想要圣诞礼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变成这个？哪里？按那个地图好像可以，不是那张纸好像可以跑到那个
最刚开始的，他会自己跳哦，这么这么，但是一个一个人按，因为他会哦，一个人的圣诞节，一个人的圣诞哦，下面这个好贴心哦，这样我就不用再上字幕了，好棒哦。为什么圣诞节的摆饰呢？去哪里了？自己过圣诞节不能有气氛一点吗？而且你家后面还破洞哎、欸！我想要弄东西啊，相信我吧。你家破后面还破洞哎、欸！天哪，那是门？那门吗？没有门，还没有屋顶，好惨哦！好冷、喔，没有屋顶、啊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是打破这个地方吗？不是，是按那个、欸、按地图。宅在家不想出门，宅在家不想出门。然后我猜一个人待在家里面，为什么我全部被卡住啊？哦，我一跳跳过去，哎、欸，他的家变高级了，变高级了，真的哎，又变高级了，高级了，一个人待在家，然后这是什么？越来越高级了，一个人待在家里面。没有，你们要看内心戏哦，他看外面两个人在打雪仗，他自己一个人只能在窗外看着他们玩。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以为，哎、欸，不是说哪里啊？我猜那个、欸、是不能用素材，我猜告白失败，然后孤单过节、欸。这是算素材吗？不是说不能用素材吗？这算素材啊、哦！我很累、欸，居然这还要盖出来干什么？结果说什么告白失败，告白失败孤单。我是说，就这两个人讲完话之后变成那样啊？打扮成圣诞老人打工？因为汪汪出他说想扮成圣诞老人、哦，这是第二题。这第二题，对，这是第二题。汪汪想当圣诞老人。哦，这原来是钱哦，这也是之前打工，他打工啊，这个就是钱啊，拿钱。你这样我一时间无法领会啊，然后钱要掉到地上啊，好可怜哦，要捡钱。没办法，这圣诞老人没有口袋，好可怜哦。啊，汪汪担任圣诞老人，汪担任，好累啊！流嘴，这个不是，这是雪怪吧？这是无尾熊吧？无尾熊，他会觉得像不像？谁盖的？这谁盖的？我盖的啊！然后旁边那个是谁？看起来好像这个雪人的这个圣诞老人的耳朵会飞一样。嗯，啊，这圣诞尾巴是无尾熊。三尾戴犬老公公，三尾戴犬老公公，哎、欸，这盖好可爱哦、喔，这好可爱，超可爱、欸，你这是喵 cat 之类的吧？哎、欸，决定了，决定了，像素版三尾戴犬过圣诞，你的打工呢？当圣诞老人，因为打工完毕，准备过圣诞的吗？没错啊，好像很有故事性，知道哎，这是连续故事哦、喔欸，打工，然后当圣诞老人，然后。是过圣诞了，第三题，总算出门，总算出门。那旁边还有用手表、嗯，总算出门是怎样？啊，这个超难盖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盖它才好。出门啊，总怎么有时间啊？有时间啊，才总算出门。时间是那个败笔，我觉得总算出门，我没办法，因为这样子看起来像是圣诞人闯空门跑出去的感觉。闯空门，闯空门，迟到这个答案好可。哎、欸，这个是快迟到了，快迟到了。然后就我猜什么、啊？七点？你说圣诞老人七点下班？哦，对对对。圣诞老人七点下班，赶着去下班哦，赶着去下班，赶着下班吧。只是按一次会跳下一个，然后再按一次会变成说拆的那个跑出来，然后再按一次会跑到另外一个。然后你盖了这个嘛？七哎、欸，没有，我突然有点混乱，这个是什么回事？现在这个是这个场景吗？还是说刚刚那个场景？是同一个。这是我盖的、啊，对吧？同一个，对。嗯、YN 盖的这个，那个 是什么？七点下班。七点下班。七点下班。哦，这好像一个十九点开箱，换成圣诞老人开箱，开箱。圣诞老人开箱，做圣诞老人是对的。哇，七点开台啊！七点哦。七点六。七点开台喽。七点六。然后就要开始打人，是不是？打旁边的小精灵。哇，旁边还有十九哎！就是换下一题，卡在烟囱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不错，这不错。我本来想要猜这个哎，我。要不然你是什么？圣诞老人从烟囱里出来吗？
没有，我觉得可能会认为说圣诞老人只是一个那个外观那个。圣诞老人危机一发，你难道想猜这个吗？超大。圣诞老公公送礼物。送礼物。那没歪。啊，换下一个礼物。难怪哦，你要叫头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哦。我本来想要写，我本来想要猜圣诞肥仔卡烟囱。你闭嘴。那你为什么不猜嘞？没办法、啊，就，哎呀，我没事。他圣诞老人送礼物。就后面都他就猜这个是送礼物嘛，然后就盖成这个样子。礼物了，对啊。哇，这个哦，酷哎、欸，非常可爱、欸，好可爱的、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这个他的衣服这样子没有完全遮起来，看起来好像有点邋遢的圣诞老人。没错、啊，圣诞老人本来就是一个胖胖的形象啊，所以邋遢一点没有关系。这个好像瘦身成功哦，怪的那个。而且你知道这前面这个蝴蝶结这样的感觉，很像是欢乐人团。快乐儿童餐，欢乐送，麦当劳欢乐送，儿童分享餐，对。哇，想要圣诞老人送礼，送礼哦，嗯，想要圣诞老人送幻想。好了，这是下一个、哦。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改。日本圣诞买肯德基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改。哦，我发现我们这一次改的好难哦。有些好像是题目你出来是这样子，可是实际上超级困难的、欸。天哪，是怎样啊？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改。我这样拍，在日本吃肯德基过，在日本吃肯德基过是怎样、啊？过圣诞啊，反正主题就圣诞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哎。欸哦，可以这样盖哦，盖什么？好、哦、去日本买圣诞礼物，在这个被日本吃肯德基的礼物了，这个变这个蛮像，什么礼物啦？日本买圣诞礼物，这看起来很像啊！哇，去日本买圣诞礼物，哇，为什么你们的国旗都是方的、啊？天哪、啊！我没时间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是麦块，你已经让我用尽我的全身力气，好不好？嗯，这个真的很厉害。这鸡头有一个洞，是说我们讲肯德基是不是在工商啊？瑕疵，只有外壳，然后里面是空心的，都是广告效果，都是皮而已，没有肉。肯德皮还蛮爽的啊，肯德皮，肯德皮，圣诞礼，为什么都是去日本啊？因为有国旗啊，他这边有国旗啊，有国旗啊，要有国旗。而且其实观众本来想要叫题目要出，为什么都要出国？原本观众是想要跟我讲说是那个什么去那个花钱去那个花钱去日本，哦哦，那就是圣诞愿望好不好？对，我想说不对啊，这样要干嘛盖礼物？就直接钱跟日本就好。啊，所以从肯德基变成买礼物了。对对对对对，买肯德、okay. 买肯德基当礼物。嗯，哦哟，烦哎，这个真的是啊，拥有无限的愿望。有我的头啦！为什么你裸奔？衣服啊，为什么没穿衣服、啊？少啰嗦，这是什么？有衣服哎、欸，一定是有人把它拆掉了。没有，我猜题目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你想象中的圣诞节是拥有无限的愿望，这个是你的圣诞愿望吧？我突然觉得哪里不太对、欸。給你最感觉好像最初始的主题不是看一遍看里面有什么东西，没有礼、啊、物都在这个上面啦、啊，显示在这个上面啦、啊。你所想象的圣诞节是长这个样子哦、喔？对呀、啊，很多人很棒哎、欸，超奇怪，少啰嗦啦！无限的礼物，无限的礼物是一个矿石，一个天神啊！猜的都那么边缘，都把我的脸盖上去了，我怎么不把它想的边缘一点啊？好可怜哦，一个人逛街哦，这个叫好可怜哦，那个脸还按着嘴角，哇，这个用的好好会用哦，这个超会超会，这个对啊，买的是饼干，然后就。这看起来好像是那个点那个按键，然后它下面那个饼干下面就直接倒饮料出来。嗯、自动贩卖机。我突然发现了、啊，你后面那个后颈这个地方也有露那个脖子出来，就是露背装，露背装，露背装。他那个衣服破掉，好可怜哦，自己一个人逛街，衣服还破掉，买一堆食物，你知道这个很，你知道这个，没有哈，你知道你猜这样子其实。
其实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其实超难盖，其实超难盖、啊，我不知道怎么盖。盖成这样，哇哇！花钱买食物，然后吃，爽爽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、啊？哎、欸，这个橘色钱包。哎、欸，橘色、哦，不是这个、啊。哪一个橘色？饼干呢？我们站哦，这是饼干哦。饼干类似的东西啊。嗯，很猛啊！哇！然后我一直很担心那个皮包看起来像是会被当成是沙拉之类的，结果我现在直接完全错乱。去买圣诞节蛋糕，去买圣诞节蛋糕，差好多。他直接忽略其他东西耶，直接忽略别的。而且你面对的是洋芋片吧？哦，这是洋芋片哦。对，我以为是汉堡之类的。刚刚看到以为是汉堡，汉堡。上面还有那个地毯，你好酷哦。对啊，屋子很像盖啊，不，这样比较省时间呢、啊，厉害，真的。下一题，边缘人自己猜礼物，流眼泪。这个跟我盖的某一个东西好像，这个很像一个沉默之丘的怪物。你要是麦当劳翻的书，好，圣诞礼物麦当劳一份。太酷了、没朋友玩交换礼物。最可怜。好，可以看下一个。对不起，我然后盖了这个。没朋友玩交换。哦，你那个蘑菇该不会是那个难受想哭之类的吧？我一瞬间没有领会过来。角落种个香菇好。我想说那个是可以干嘛？完全没有意，我完全没有意思的。这个的做这个姿势好有意境啊！塞满礼物便秘。好可怜哦！这是什么？那黑黑的是什么？一堆煤炭。拆完以后，煤炭礼物被别人用坏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好像情境故事哦。你自己看，我们第一个一开始的时候，别人自己拆礼物，因为没有朋友可以玩交换礼物，然后之后拆完礼物。等一下，悟行，我要问你，你在看春饼吗？哇，啊啊，这个最好当成人啊。哇，那鼻子，那鼻子，那个宽的额头。那个接近秃顶的头发、欸啊，对，峰峰，你刚刚那样讲真的对，刚好连贯哎，就一个故事、啊，很连贯，只是后面有点毛，稍微有点矛盾。厉害，厉害，我们好像在玩连贯故事哦、喔，天哪，我们在玩接龙吧？像那个想要日本想要圣诞老人送礼，哎、欸，不对，那个日本圣诞买肯德基，因为在日本吃过肯德基过，觉得很好吃，所以去我们在旁边加二条。什么啦？哦、啊，这结束了，耶！第一 round 结束。好了，先重置一下地图吧。好啊、哦，太酷了！我还要先重新看我的我。好冷哦。哦，这样的话变成我前面那一个蹲到爆炸、欸！天哪、啊！啊，我去上个厕所。你先去上吧。我们还要先想题目。想题目，题目。为什么他为什么旧版的他就不能够直接弄了、啊？麻烦。你心目中的新年？你心目中的新年吗？哎、欸，也可以哎、欸，今年快要跨年了。我本来想要说要不要取说那个。跨年怎么过的？啊，跨年，我们要一堆边缘主题。不要再跨年怎么过了，不要再跨年怎么过了，好不好？希望万一不要写到我的，不要盖到我的主那个。不会，不管谁出都会出到有可能的题目，好不好？跨年自己过之类的。对啊，那还不如这样弄算了。为什么 OBS 之前的不能用？为什么自己一个人订二寸披萨自己吃的完？好胖哦！可是又没有很饱的感觉。哎、欸，十二寸大披萨超多哎、欸！你确定要选那个吗？怎么跨年那个？还是你直接开门见山讲说你那个、啊、到今年为止你遇过最讨人厌的那个实况组的问题？
情太那个了吧？遇到最讨人厌的那个什么实况组的状况啊？会不会有争议啊？没有啊，你不要明白的指示出来，你只要举个例就好，你不要把那个东西弄出来。啊，就是一个情一个情形就好了。像等一下，我回来了。这一轮题目是什么？没朋友。还在想。哦。怎么坐上去？站上去？只能双载。没关系，可以三载，可以三载，但是我们要站在船上面跟着你们移动。对啊，我刚是这样的。对啊，就是站在上面，然后跟着你们移动这样子。我现在变碰碰船了。嗯，碰碰船。要一起去观战了吗？进去了。嗯，要一起离开游戏了。怎么这么多那个、啊？我只是在调整东西，怎么？等一下，我还自己做好孤单啊。不然就是游乐园最喜欢的游乐设施。有没有觉得背后很温暖？这样到底有没有正常？最难改。不然你觉得如何？不要点，又不讲话。我来温暖你。他住了，好吧，他应该在害羞。干嘛啦？这样子比较正常一点。用旧版的比较，可能之前的设定比较好。太多船，太多船了啦！观众们看看吧，看看有没有比较正常。我看一下那个第一场的那个机务长，真的是累到一整个爆炸，难受到不行。嗯，那题目要什么？元旦，新年，不然想看啊？讲游乐园嘛，不然就你最喜欢的游乐设施啊，盖到死！哇，会死啊！十分钟真的不够，盖到死！等下每个人都去云霄飞车，每个人都是那个，每个人都大怒神，因为最快嘛。哦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新年你想吃的东西？哦，可是哦，新年你想吃的东西感觉没什么，你不知道自己在吃、啊、还是吃什么？跟我一起这样做。可以是餐厅，也可以是单纯的食物，或者是泡面啊。又又太边缘了，太边缘了吧？这样子应该会真的出现泡面吧？我觉得。很避这个很难避免边缘式的题目。对。可是我觉得你心目中的新年还不错啊。心目中的新年哦，你干嘛要去挖那个洞呢？什么？没事，我没有要，我没有叫那样子，好不好？我可是可以想出，看有有 OK 啊、我可是可以想出很多朋友的那种感觉，好不好？不要再幻想了，小勇出来！给了。碰碰场。两攻破的画面还 OK 吗？我目前看用之前的就是之前的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，奇怪为什么新版会、为什么坏？到时候再来看。那个好哦，我看不懂，你要看有没有那个是你要说有那个还是没有？因为我看不懂。然后不要叫，猫叫声在。爪子勾到我衣服。低画质没了一个，不是啊，这个是我已经换成那个了，我已经换成之前的 OBS 基本的。喵！哦，一爪子自己勾的。喵！来给你看，好声音好像哦，声音好像了。喵花，你在人格分裂吗？他在演戏，他在演我们看不到的戏。他，你去把我耳机踹开也太猛了。一切都由我们自己把你的机踹开。提供声音，超级凶哎！哦，我本来是想说要不要看那个实那个你目前实况遇到的那些鸟事。可是有一个问题耶，太难盖了，我根本没实况过怎么办？对耶，那你跟别人玩过
那你就出外没朋友吧。非常。哦天啊，这样下去的确是不行。这样下去我会不会超过十点？会。走吧，还是我第二轮我先算了。嗯。第二题要什么？第二题要什么？嗯，对啊，因为我十点六嘛，所以我们在尽可能在赶啊。我现在想不到，所以五分钟嘛，速盖。好，五分钟，哇，哎、五分钟速盖题，速盖。可是我们这样子的话，三个是15分钟，15分钟之后盖完，反而是会提前结束了。没办法、啊。短短短。题目多强？题目可以。聊天室其实那样子，我真的是没办法，因为他一定会这个样子。聊天室一定会。新年新希望。这样子的话，这样子的话，你一月要怎么办？新年新希望。哦，我回来了。题目是什么？新年新希望。没有啊，那我出一个题目，所有就是跟 Twitch 有关的任何事情。Twitch 出的题目是可以跟 Twitch 有关，就是这个平台有关，无论是看或是弄都可以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哦、你们觉得如何 ？OK 呀、啊，那几个字会发生的情况之类的吧？对对对 ，Twitch 会发生的大小事情，只要有关就行了。嗯，几个字啊？几个字？那如果是写如果题目是写被 ban 的话，那你要怎么办？那一样啊，就是。你可以盖啊！不要了，不要现在。你盖那个什么 message 体力，你盖一个卡帕的脸，这超难的，超难的这样子。嗯，欸，那可以出那个吗？新北特快车？什么新北特快车是什么东西啊？抱歉啊，好吧，这边没有人知道。嗯，好，那这题就算了。就是Twitch发生的事情，我有很多都不知道。我先讲，可以快速的，快速的，就是题目不会太难的那种。基本上就是一个物品，那个一个系列的物品，然后再加上形容词，就是这样子啊。物品加形容词，对啊，通常是这样子啊。加形容词，物品加形容词。不然就物品加形容词了，没有错啦。要不然就是看礼物会装什么，礼物里面、你觉得礼物里面会塞什么？哦，好像不错。OK， 你不要给我塞什么空的哈，空的我就背你。煤炭，嗯，不要，你给我选你真实生活中你就是会选煤炭就是了。幻想来抽到煤炭，要真实有。真的有人送过的就可以，是吧？对，要真的有人送过的。嗯嗯。好。没收过的怎么办？没有收过的礼物怎么办？就是那个礼物里面装的是什么，然后要有形容词，然后跟一个圣诞节的物品。圣诞节的物品？不用圣诞节的物品。不用圣诞节的物品。你只有五分钟哦。好了，就先这样了，快，好了，就这样，就是圣诞礼物，好了，就圣诞礼物。然后你可以不用把那个盒子盖出来了，你就直接盖那个物品出来就好了。啊 ，OK， 好了，开始了。嗯，有人跟我讲蟑螂啊，哇，这是整人节目吧？假蟑螂是一定要先令自己抽到的吗？有字数吗？五个字以内。哎，是可以是一定要自己有拿过的，还是说别人拿过你看过有人收到就可以？就是真正、啊、应该就可以了，实际经历过就好了。啊，就是要自己经历过的，有看过或者是真实存在过的吧？好，拿五个字。好棒，我觉得会五个字以内还是五个字以内？以内。我还有没有觉得开心？我还有没有觉得？不要啦，不要吵啦。不是。因为我们 network 有办过交换礼物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觉得开心？哎、欸，对耶，对啊。可是我收到的哦，对，是沙老师的球。你讲到位。你知道我曾经遇过一个那个活动叫交换烂礼物。我也觉得我会跟喵放撞鞋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团团一定是出跟我一样。绝对会撞。
那就给他撞了。好，就撞了。抽喽，抽抖喽。我想一下哦，我想一下，我当而且那时候汪汪抽到我了，对不对？跟我出一样。有限定几个字吗？五个字，五个字以内，五个字以内。嗯。主题是礼物。假壁虎，什么都是假的东西、啊。是什么？我的妈呀！为什么？不要哈！为什么？这个好烂哦！为什么？这个主题。假谁拿到我的？我好笑。你要哈？为什么？你这你要去看某个 YouTube 影片啊！我觉得我的功夫，自己出这题，自己戳到这一题，哎，谁叫你想要弄人？哎、欸，你就不要待会轮到我这一题。哎、欸，其实它蛮好盖的，很好盖啊。哎、欸，完全知道，因为我抽到他的啦、啊。我跟团团真的撞题了啦。这怎么盖、啊？只有五分钟哦，只有五分钟哦。啊，对啊，刚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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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哎、欸，差点、啊，你到底是多会忘记啊？给我记清楚一点啊，你。好好记住一下。走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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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慢。天哪，豆叶好痛哦！啊，你这个好。你的豆叶哪有哪一次是不会痛的？忽然比我惨的时候。那我觉得还好。你的还好是指？真的还好。欸不是在天哪，好难盖哦！我突然觉得五分钟不够了。天哪！哎、欸，他有触须吗？你去把那个锯子都拔掉啊！好了，来不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担心他盖不完。我想盖的好一点，但是我觉得时间不够。这种感觉，你懂吗？不懂。不懂。天哪，你们怎么那么的？让你体验边缘的感觉。我又不是歪。少啰嗦，歪破音。快吐槽自己。啊，算了，乱盖了，乱盖了。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盖比较好啊！天哪，那个是怎样啊？那个喘气是怎样啊？那个喘气有点怪怪的哦。你不懂。好，我不懂。真的不会有人懂吗？哇！我来了，不要啊！不，给我再多一点时间啊！再给你两分钟的意思吗？差不多吧。我盖好了。哇！快，很简单哦。但我这个其实也不能说很简单，因为。你突然实际是要用，你也不知道那个怎么用、啊我很担心会不会有人误会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歪掉了？哪里歪了？你的人生都歪了！哎呦，别看到了 ！What the hell？ 哎、欸，但是哪边歪了？这边为什么有人在放水？哎、欸，没有歪啊！等一下，为了这是我为什么？看，真的不够时间。这应该是可以吧？啊，算了啦。啊，就这样了，虽然有点歪掉了。剩30秒。OK。希望
因为他那个变得说你要调他的那个，他有一点一线一线的东西很麻烦，鼻子被皱歪的感觉。虽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对啊，他本来要的就是，哎啊，不对，我啊我，哇哇哇哇，啊我会错意啊，糟糕，哇我平常哇没差了，啊、转向，哎呦，哦，有水哎、欸，哦原来是说的是那个东东哦，这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看不太懂哎、欸，啊？速猜题，希望我那个不会歪掉。我觉得我、哦、我把那个东西好像搞会错译成其他的东西了，难怪。难怪我觉得好像奇怪，为什么会有人想要送这种？这个是什么啊？不难猜吧？这是遥控器吗？是的，你们都好啦，我都看不懂哎、欸。哦，因为我平常不会去看，我平常不会去买那个东西的啦。嗯，我平常少也很少看到那个东西，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。算了，我直接写这个好了。歪题了，我没有，我是凭我看着他像什么。Go go go！ 哇，还怎么一样啊？怎么一样啊？哦，这谁会送这个东西啊？这个怎么感觉在某个？这是某个。请问我怎么盖这个东西 ？Excuse me。请问，啊，怎么弄啊？算了，我看到就那样子。豁出去了，豁出去了。盖很简单，但拆很难。嗯，我觉得盖的好难哦。有人会送这种东西？我也不觉得这是会有人会送的东西。这个送，我也希望你送我啊。嗯，我的话，我是不希望有人会送我。我现在盖的这个东西。十分不愿意，这个真的有撞题耶、欸！坏，我收到这个东西，我一定会跟他绝交。你现在不就有一个想要绝交的对象了吗？我的很好吧？为什么要有人要再欠我？我唱那么好没？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唱错人了？我们，你是唱错人了。对，你唱错了，抱歉，你唱到我了，抱歉，你的子弹射到我脸了，好痛哦！哎、欸，哦，在那边，看不到这要怎么盖啊？是什么啊？哦，知道了，什么东西爷爷啦？我听到一个东西叫什么爷爷的，爷爷，您回来了。不是、啊，他那个是什么小丸子那个什么暖桌那个东西的广告吧？我猜啦，谁这个电视声音开这么大声的？所以我才用按键发号啊，超大声、欸。啊，好吧，好扁呐、啊，天哪！欸、好像也太小，呵呵，一瞬间不知道怎么盖这玩意儿。
没事啊，我平常都不看这个东西的。哎、欸，真的啊，算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盖不出来，不盖。老实说，如果你盖字出来的话，只要盖的跟他本身的名字没有任何关系，应该没关系吧？嗯，那就好。嗯，比如说 B A， 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是那个啦，那个不是礼物吧？那个不是礼物吧？哦，哎、欸，我知道送你一个生日礼物，就是被我跟。我还是不知道这是不是礼物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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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啊！我竟然忘记按确认，好想吃哦！一声长叹，好想吃，好想吃哦！啊！看那些图片，越来越受不了。哇！天哪、啊！这是什么、啊？哇！送这个、哦，好可爱哦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有两个一样的东西、啊？哎、欸，不对啊！不是说没有这不能出这个题目吗？什么？什么题目？这是什么？看不懂哎、欸！怎么？万一又要哭了吗？还蛮边缘的东西，我这样子说应该可以吧？我看不懂，这个是有两个的东西耶、欸。我刚盖的东西又跑出来了一次。这是什么、啊？你们要吐一样的东西啊？没有想到这么真的就这么刚好、哦，幸好我刚好有看到那个影片相关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没想到真的一样、啊。你确定这个东西可以放进去吗？生气，生气，我生气。这个是可以放进去的吗？这个是两个。居然又让我遇到这种边缘的建筑是怎样？这个不能够塞进去，这个不能够塞进礼物盒里面吧？可以用大更大的礼物盒啊，更大的礼物盒。这个题目为什么可以进来？这个题目，这个出题为什么可以出来这个题目里面？为什么？哇！干嘛？有人那个名字是那个题目是写 YN 哦？没有啦！啊 ！Oh my god！ 不可能啊！对啊，这个怎么装？我也跟那个风铺有一样的疑问。哎、欸，这个我不是说不要用这样子吗？风铺，你要相信我是真的有这种题目发生。我不是说不要吗？我猜的。我所以我刚才讲啊，我刚才讲，你刚才讲说是不是写 YN 靠背哦？天啊，你们到底谁那么坏啊？这很夸张。我刚才讲说为什么？这是卡 bug。YN， 你到底得罪了谁啊？我没有啊。我好像被传送到。咋子？还有观众们，不要觉得说每一次都可以盖出什么样是那种什么很好啊，或者是神作什么，那个要看情况。如果你那个本身题目很刁钻，或者是没什么发挥空间的话，就像他现在这个，这个是真的盖出什么东西啊？这个盖出的就是制定式的啊，制式化的东西啊，怎么可能盖得出什么好东西啊？你给我腐肉，我是要怎么煮出一锅好菜啊？你给我模组算了。这是题目是一样，风破了，哈哈，善用这个东西，算了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什么东西？我给你了，哎，是这样，
我完全没有反应，好吧？少啰嗦啦！你知道我给他什么东西吗？那个阿莫自己的不想知道啦，给我的头啦！啊，对吼，只有那个吼，怎么了？五分钟吼，你这白痴什么？你还要重复这几次？我刚刚在发呆，别气耶你！我刚刚想了很久，我花太多时间了。你的人生花费在很不需要的地方上哎、欸。例如跟 YN 当，你要不要开始思索一下你人生的目标在哪里啊？等等。我要快点盖出来，还有两分钟。你就浪费前面三分钟，就为了呛人啊！不小心打到墙壁了。那个墙壁的隔音不好，材质不好。我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呈现那个东西啊！真觉得我是天才。哎、欸，也还好啦。天才会忘记要做事情。嗯 ，OK， 哦、oh. ，Edo 呢？刚刚嘿，啊 ，I don't know。啊 ，Hello， 哦，还有一分钟。靠腰，嘿，嘿，呀哒，奶素。可是我觉得王慧反而会意识成另外一个东西耶，突然意识到，突然觉得可能会被误会成别的东西。好像是某一种虫。我觉得虫、啊，我觉得他那个 OBS， 他那个现在聊天是这个样子，我之后只好再直接截完那个聊天室的画面之后，在外面再贴一层外框，让它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。他现在这样真的是不好、啊。20秒是没错啊，问题是我如果什么都不盖，那真的是很说不过去啊。我在这个真的是。10秒，哇哇哇！就是因为他这个样子，所以我才要特别盖出来啊。哦，哎，这什么 ？What？ 哦，没事。啊，是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没有东西啊？好可爱哦！哦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啊！你不要再跟我打人名哈，我会扁你哦。没有，我不会打人名啦，我没有那么坏哈。啊！可可，你在盖什么？哎，你是看我盖的？为什么我看到这个东西，我会想到那首歌啊？天哪，糟糕！哎，有人猜我的吗？应该看得懂我盖什么吧？这种东西怎么送、啊欸？要看一下那个锅里面的东西。超可爱，搞什么啊？可爱。又是这个。哦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哎呦，好了，我的好像没有歪。你这样的，不是说不能用那个吗？有啊，后面有盖。有后面有盖，他们没有盖。哦。哇，这好酷哦，超酷的。我是忘记有这个东西可以用。对啊，就是会浮空。就是饼干。饼。吃，魏公子吃饼。变成一饼条巧克豆饼干。那个真的很好吃哦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好、哦、尖。这种巧克力曲奇饼之类，那个是什么曲奇饼之类的啦？曲
曲奇饼是饼干，对对，超好吃的饼干，饼干就是饼干，饼干没错啊，饼干。然后可是它的英文，可是它的英文上面它是讲 cracker， 不是讲 cookie 啊。嗯，这是另一种的、cracker 是比较脆的那种。对，就是类似这一种的啦。所以人家猜什么？曲奇饼干，曲奇饼干也是啊，也是啊，这个从到尾都不会有事的吧？一堆包装纸，我真的完全看不懂哎、欸，汪汪，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哎、欸。那你可以告诉我一堆包装纸要怎么盖吗？对，也是啦。谁出的啦？这个纸也太好笑了吧！包装纸好快，你知道？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上面是空的哎、欸，那就为什么？难怪哦、喔，对啊，有啥看不懂，你知道吗？空礼物盒，盖礼物盒。好了，下一个，难怪哦、喔，空的，空礼物盒，枪。所以是这个东西跟 YN 有关吗？哎、欸，没有礼，你没有礼物，你没有礼物，这个跟 YN 有关吗？偏向边缘人啊。你没有礼物，我们两个盖吧，像对啊，啊礼物就长这个样子，你是觉得要盖多不一样，收不到礼物，天哪，好惨哦！后面是完全就是这样子哎，连这个题，可是我觉得收到一堆包装纸也不会比较好了，新鲜高丽菜，高丽菜，啊，糟糕了！我有高丽菜啊！啊，这个糟糕了，比较像莴苣。对，糟糕了。对耶，你被你这样一讲，好像啊、哦。我乱改了。本来猜高丽菜，后来改莴苣。有白色啊，莴苣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你知道这个就很惨，你知道吗？他盖了两个东西。为什么盖锅子？什么？我不是要煮火锅吗？有。不是，哎，所以是 YN 你的问题哎，你多盖了一个东西，多盖一个锅子，害我不知道我该选哪个。说我那一团绿的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不知道那怎么办。为什么可以下去啊？高丽菜里面是可以住人的、啊，空心的空心菜，火锅。哇！这是温泉啊，里面还有料哎、欸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里面真的这个真的可以来送人，里面有内容物的情况下送不了人吧？出题的当下就在高丽菜白粉送人吧？不是高丽菜还勉强是高丽菜勉强可以，勉强可以。我有遇过别人送高丽菜。如果你太扯了吧！我觉得那个还算是有可能，可是送火锅这个真的是，你搞不好他是送锅子啊！我没办法，因为你两个都要放进去啊！啊，我选锅子，那另外一个就是等于没有屁用啊！我只好把另外一个选火锅这两个都可以塞进去啊！买火锅送高丽菜、欸，嗯，而且我原本想要写的是高那个什么高压锅那个压力锅之类的，对，我有锅宝。大龙虾，大龙虾，你们两个那边，喵啊，大撞题啊！大撞题的天哪、啊，不一样。为什么你们是多想吃龙虾啊？你们一个是猫咪，一个是熊猫，一个是吃素的、欸。因为最近有个影片很红。对，最近有个影片很红、啊，这跟风的家伙，哭哭。我们刚刚才一直在问到底是活的大龙虾，不是，我说 Oi 是怎样的 ？Y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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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讲活的大龙虾，我就只好盖一个会讲话的，代表他还活着，太活了吧？龙虾三争霸哎、欸，这真的是龙虾三争霸之类的，应该是不会，你应该不会到最后面的时候盖了一个李岩出来吧？这是蜻蜓是不是？等一下，这个怎么感觉跟我干嘛跟你有的比吗？哎、欸，他前面有这个、欸、中介猪，这个好酷哦、喔，跟最后一个这个是电击棒吧？龙虾形态的电击棒、欸，哎，这才是我的最终形态，是这个画面。什么？熟悉的画面？什么是熟悉的画面？超大龙虾，超大龙虾，超潮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打个李岩呢？
李岩，我操！还是模样。这个盖的不错，我觉得我盖的时候感觉没有比较好看，这个比较好看。这只比较肥，因为五分钟我来不及时间去找那个图案来做参考，我就只能大一根龙虾，这真的就只能猜龙虾，又是一样的。有，这只胖了一点，这只胖了一点。哇，这只尺寸比较大，所以是悟性参考我。可是看起来比较胖，可是缩短了。嗯，一样用中介组没搞什么啊？而且很长，为什么？这就是会有熟悉的。我们的龙虾电击棒那个升级 2.0 了，对，2.0，2.0，哇，变肥了，龙虾，龙虾还是一样啊，这个缩水了，这超可爱的，可是这个反而比较像虾子哎、欸，比较像那种一般的那种草虾之类的，没有啊，虾子它没有那个大甲、啊，是没有啦，有啊，有一些鳌虾会有，有一些有，或者是小龙虾啦，泰国虾。对，看龙虾也有一点一点的哦，了解。我们看到一堆龙虾，哎天哪！没有歪，懵，都是虾。因为知道好像撞题，是我卡。啊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我要道歉，因为我把我那个点数卡，我真的是平常没有在看那个，我把它当成几点卡在盖了。哦，我没有搞错了。我想说，奇怪，为什么要想要送点数卡？这种好悲哀哦。我盖完说，哎、欸，不对，我先盖完说剩三十秒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不对，那个点数卡，我现在指的是 cash 点数卡之类的。啊 ，GG 了，这上面写个一，哇，惨了，哇，惨了，写的歪，遥控器，这个你猜遥控器，我是真的不理解，太恐怖了，这个是五秒，差五秒哎、欸，可是遥控器盖的还不错啊。对啊，蛮像的。电视遥控器，遥控器。哇塞，送这个礼物也太悲哀了吧！多一个电视，没有吧？还有电视耶。然后上面，然后上面就写 Nico Nico 是不是？哇，我跟你猜一模一样的东西。欸、对呀，一模一样哎。好悲哀哦，收到这礼物。可是我觉得收到点数卡也不会比较高兴的、啊。加个笑脸。收点数卡很高兴的是钱哎。对啊，是钱。不开心。不是要流眼泪啦，要流眼泪要这样子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要这样子啦。我还是太快了，这太可怜了啦。这个是喷泪吧？这不是流泪吧？因为一只眼屏幕破掉了。对啊，然后这边再加腮红，穿越次元呢、欸。再加腮红，超可爱的感觉。哇，这个就是那个 Nico Nico 的那个在 loading 的，对对对对。对啊。好了，下一个。泰迪熊不是我出的、哦。泰迪熊。他、欸、为什么嘴巴破一？为什么嘴巴破一个洞啊？因为我跟你说，盖歪了，是发炎是不是？盖歪了，破洞。那时候我把它拆掉的时候，刚好就穿缝了。Teddy Bear。熊宝宝玩偶，熊宝贝，衣物柔软巾。说说这个也太惨。送你一个衣物柔软巾，这个超可爱。我觉得眼睛也太大，有点恐怖。没有，我觉得他耳朵有点太大。好，怎样都太大。这个是杰那个吧？那个是杰瑞鼠吧？他的那个很小金刚玩偶，有点像。这样吗？后面还缺啊？哦。也要哭了吗？点数不回去，然后再哭一次，是不是？这样变老鼠了。哎、欸，怕他的鼻子要大一点。回来了，嗯，回来了，变泰迪熊了。哇塞！哦，像小熊软糖哦，对，很像小熊软糖，真的蛮像的。可食用，可食用。那我想到那个小熊软糖的广告。啊！我的脚 ，Why？小熊玩偶 ，What What What？ 你在干嘛？What？ 有观众表示这是狗吧？从下面看的好像有点像啊，从下面往上看。哦，你说从下面往上看的，你知道我从下面往上看的时候，我一瞬间以为这是大猩猩之类的。你要证实这是不是狗，找哲平来就对了。哦，对啦，对啦，抱歉，他今天没有来。嗯，他今天没来。而且你看他后面可以看到眼睛。他说是哲平。平平平哲平。
那个发音要准，要不然的话我们听不懂。可是后面没有遮住哎、欸。对啊。哇，双眼、双面眼，还有双腮红。哭什么？好恐怖、啊！360度哎、欸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五分钟果然超恐怖，好赶哦，真的很赶的、啊。还好啦，时间也差不多哎、欸，还有10分钟。可是其实你没有什么时间去丢他的那个东西出来。嗯哦，五分钟太赶，来不及丢。我要去看龙虾，而且丢又要瞧位置。而且为什么你们会想要放龙虾当礼物？他们说是看影片的、啊，纯粹看影片，然后。哦，它好不格哦，我根本找不到在哪里、欸。真的、欸？对，因为它好可恶，应该是往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才对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同时20个人玩的关系，有龙虾。他这边总共有，这边总共有200个，好多、哦。对，好像是200个。那好像监狱哦。20×10嘛，对。哎、欸嗯，我算错吗？没有，结果那个真的是那个、欸、空礼物，结果我在盖的时候，观众跟我讲说，就里面没有东，你没有礼物的话，干脆不要盖礼物，什么都不要盖这样子，就什么都不盖了，按按钮。可是我觉得就是不行啊，我就盖了一个空的礼物。你下一个人好干哦，是撒谎，什么都没有。你 是忘记盖了？没有啊。你是不是忘记盖了？没有。对，又是一副成龙脸哎。刚那个是椅子的声音吗？应该是，应该是，没错、啊，应该是，肯定。到底是吸气的声音还是声音？不是，不是，那绝对不是。谁在这边那么闲，在这边弄这个痕迹的啊？谁啊？你过来看一下，这边有人盖这个。哇哇！谁啊？打出一个洞了。去装潢吧。装潢可是。他是连上面也要蜗苣吗？不要蜗苣啊！你没有看到我们那个蜗？这个是青色粘土块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发现蜗苣这段可以看图说故事。你看，一开始的时候是收到蜗苣，然后第二个是蜗苣跟火锅那个锅子，接下来就只剩下锅子吃完了。哇，没了！完死！是一个看图说故事啊，又是一个看图说故事。猛！我们可以看到哪个是不是能够刚出那个刚从水上出来的龙虾。啊，还跟谁哈喽？是来玩编剧游戏的，而不是建筑游戏。没错、啊，这边这边这个龙虾也可以啊。这个龙虾原本被在水里面，然后它被打捞上来，然后它在乱叫，然后之后它沉默了，然后它身体被切好多块。被蒸久的龙虾。可是那个龙虾的那个样子有太多是一样的，同的种类。天哪！太恶心了，泰迪熊，玩具熊的午夜后宫，午夜后宫，说到这款游戏吗？还不错哦。可是他那个要玩要玩好久，而且他现在到目前感觉好像就是继续出啊。嗯，一直在下，都已经到那个 Sister Location 之后，感觉就是要继续出啊。他不是有要出电影吗？是吗？好像有听说，有听说，可是我不确定是不是确定的，就不知道。对啊，要看之后，看之后是不是？雪球呢？结束啦，今天结束啦，有雪球啦，有雪球不会爆掉。不是，可是圣诞节过，圣诞节过才开始在冷是怎样？嗯，哦。就跟现在的圣诞红一样啊，等到冬天过了之后才会开始红起来，现在都是喷漆上去的。对啊，所以你要这样讲啊，因为全球暖化。我再来脱我的圣诞装啊，脱。嗯，有人在飞，射他。哇，这个雪球好猛啊！我可以脱帽子哎，我现在发现。对啊，其实已经差不多结束了。对啊，差不多了，对啊，对啊，准备要新年了，耶耶，新年快乐，耶耶耶，各位明年见。我今天仔细看的话，其实他这边都有写 build one， build two， build three， 对啊，他有写，他有写，总共到10个，哦，超酷，明年见。明年见，真的明年见，真的明年见，明年见。哇，这是谁丢的？丢成这样子哦。
我们之后都不会再玩了哦。哎、欸，这个为什么可以这样丢？哎、欸，不对，这个是你扔出来的，是聚集按出来的。聚集？怎么？啊，拜拜啊对啊，我丢出去就会那个悬空。为什么？你是怎么丢这个的？你是怎么丢这个？就按、啊、就滑鼠聚集啊。聚气？我滑鼠有聚集功能的。哦。怎么弄的、啊？连点滑鼠。没有办法丢那么多，真的假的、啊？煮的、啊，欸、真的哎、欸，好酷哦！怎么聚集啊？就是连点那些功能，有点像按键精灵啊，可以每秒钟点十下、二十下或一百下。这个是在按键设定吗？没有吧？没有，就是他滑鼠有那个连点功能。他滑鼠买的时候有一个对应修正片，用那个改。OK， 这样子的话，1.1.11的版本应该是还 OK 了。我觉得这个版本不错，真的很棒。所以我们需要找更多人来玩了吗？应该不是，因为有人会，之前有看过有人会作弊，就是把那个炉子打掉，把那个发射器打掉。不，这个还有什么好作弊的？像这个没办法做，就是有些人会啊，之前就好像遇过。蛮麻烦的，然后这就不会、欸、啊，优质喜欢，他就是整个就是测 1.11 的时候就直接大改版了。对呀、啊，这雪球真的很壮观的、欸，搞什么、啊？然后那个史莱姆一直被 K 啊，好恐怖哦。